的呀，这量一下这个长度，好低一点。就我举个例子，从标到这个标是吧，150，嗯，啊，来我你看设置进去，这里就直接改成150，啊，这个它的一半就是75，是吧？然后这有个宽度，4公分，是吧？那就这是40。如果是，那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如果是窄的，反正这个宽度要量进去是吧？如果窄的就改掉，是吧？反正这个是宽度是40的，那就改成40，是吧？确定，确定这个送料，然后前进，前进这个袋子再走的，先走到刀口位置。前面走到刀口那个位置，然后就挪电源，电源就是说你挪到这个这里有个线，是吧？推到它印刷的标上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按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电源挪到空白处，空的地方，再按一下。像一个扣子做好了，这个这样是，走到这里这个灯亮了，我走到空白处它是灭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是停在这个位置的，然后就是可以，我先改一下，我先改一下啊，这个如果是这个袋子走过来，你先单切一下，如果切不断。那就是这里往下翻页，这一项，加大是吧？打比方说加6，是吧？确定暂停一下，如果还不断，还是不断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刚才是加到10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改到10这里，这就断了就对了，是吧？断了之后，你还要走到你刚才追标的位置。这个地方切了，然后就可以按启动了。